真的好想要哦。那个嘉华，我们读一科，好，但这一科你要直接讲。时间暂停。好，我好想要，我就直接时间暂停了。好想要，时间暂停。好，那你哎，你干嘛买卷纸？啊，要量一下邓家华的长度啊！大家不是很好奇？不是很多人算他很小吗？实际量给大家看，他到底是大还是小？我们去结账。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韦傲。我们今天来到邓家华第二部 A 片的拍摄现场。韦傲今天会来，其实是想要实际上来了解一下拍片的环境跟邓家华本人的想法。因为前阵子韦傲也有做功课，发现一开始各种网友或酸民们都说他只是想要出来炒新闻啊。到现在开始，大家去看过他片子的人都会开始说，哎，其实邓家华很努力、很认真在经营这一块，然后拍片也是不含糊。下面的评价都由酸转正，我要也对这个人真的蛮好奇的，而且是第一次来实际看 A 片的现场。嗨，你好 ，Morgan 吗？对对对，我是我要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嗨，哎，跟你敲的，你是伟哥？哦，对。你怎么很强？还在忙，还在忙。见到伟哥本人好开心哦！见到你本人也很开心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好强哦！做人。他们好像要开始彩排之类，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 stand by， 在开始事前的准备工作。我们先不要打扰到别人，我们去旁边当默默的小咖。今天华哥会先拍他玩飞机杯的场景，也就是用我们家的飞机杯哦。他们都是 Marcos 的，用这两个，他就等一下靠一边玩靠靠飞机杯，然后一边想象跟优台的女孩子们安安的情景。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监制 Morgan 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绿幕。我们这次是因为有赞助商，所以他有输出物。因为我们要现场去绿 key， 所以我们有带公司的导播机，然后现场会把画面合成进去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悠悠台，所以我们有合成一些动画上去。嗯，悠悠台好刺激。我觉得是一些爸爸们的想象。对。等一下会有很多人看着他打炮吗？我们今天工作人员大概30几位。不会清场哦。看他状况，因为他其实上次拍摄就他不会怯场，哎呦，基本上状况还不错。而我们上次考量他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的戏份给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女优在带他。对，那这一次的话，公司想要他挑战多一点表演的东西，所以在这次的戏上面他做的比较多。嗯，嘉华这两个礼拜都控制自己，就不要考考。今天可以大爆发，大量看片，然后吃很多补品。他也希望他在后续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让大家去肯定他。好期待哦！谢谢，谢谢，好详细的介绍哦。现在现场要准备开拍了，我要脱鞋子进去观摩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重头戏，因为现在要清场收手机了，等一下就要开始。好期待！哇，现在是我第一次来看 A 片的现场，超级兴奋。嘉华，嘉华，你会不会很紧张？还好。你很期待吗？对啊。我比你还紧张。我第一次看，我好紧张哦。平常都自己演出。上个礼拜，这个礼拜连续的。好恐怖哦。都要一直干，就是每天都要拍。哦，好痛苦哦！拍片最少都要多久？一支片大概至少要4到6个小时。
有没有最可怕的一次经验？你的动作戏的部分，一个动作至少十分钟嘛。那你如果是五个动作，就要50分钟，都是硬的，它不能射。有职业道德的，应该会要拍片之前不会消耗自己。会禁欲，基本上我自己带的团队里面，我都会要求他们就是在大概3天前就要禁欲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可是禁欲太久，突然干的话会很敏感哎。不见得，因为他们其实平常就已经一直有在打飞机，所以敏感度其实没有那么高。很多人是在自己家里面会看片嘛，所以他会有助兴。可是，在片场基本上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，那怎么信啊？你怎么去想象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其实我在教他们，甚至是我自己以前在练的时候，我是看着综艺节目的，或是看着男生。我曾经在8个男生面前，然后靠硬给他们看。对，这就是敬业。因为男优就是要用你的身体去表演，如果你不能这样子的话，那怎么称之为男优？对，对啊。谢谢 Jacky 的解说。不会不会，真的好想要哦。好，但这一颗你要直接讲出去。石正林，好，我好想要，我就直接石正林了。好想要，石正林。好，来等你。好了，准备。时间暂停。好看，对，好。今天请到嘉华跟我们一起来推出这个时间暂停器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非常实用，非常实用。没有了，今天是我来探嘉华的班，看他最新的第二部影片，我今天会陪他一整天。快乐的一天。他完全不紧张，他超兴奋的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就很多人想知道的。一开始啊，网友对你的评价，从你的华根初上，大家一开始是不看好，但是到后来大家很肯定你的努力跟演出。把这当成是一份工作，所以要好好的努力学习。对，你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做到好就对了。对于 AV 产业啊，你未来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定位呢？变成一名非常厉害的男优，可以到日本发展的。欧美嘞？欧美，我比较喜欢日本。你还挑嘞？对。那你在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从第一部到现在这第二部，没有哎。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？对啊，蛮顺利的。所以未来希望可以拍到，可以到日本去发展。对，我现在的目标，希望几年内实现。1-2年。哇，超强，我很期待。谢谢。你还有什么话想对粉丝说吗？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第二支作品上架之后，可以多多支持我的作品。谢谢。请大家多支持正版，支持台湾的 AV 产业。谢谢嘉华。不会。VS Media， 我是戴瑟苏，我是风狗编。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，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，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，拜拜。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到底有多大，有人说你很小，但你就要证明给大家看，其实你不小。好。现在是软的，那我想办法让你硬。可以啊。你选一个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好了。这个好，风潮状的，直接拍给你玩。他直接就有送一包润滑剂。伟哥也来了。是什么啊？屁股啊。哎呦！哎呦了呦了！哎呦呦！要放进去哦。好啊。好。加油！哇！哦！有硬吗？有硬吗？有。有硬。你要拿这个吗？我这样子。那要收费。那个要收费。你知道最硬的时候跟我讲。巅峰呢？巅峰了吗？巅峰了吗？哎，刚刚不错，表现得不错哦。13，没有长大哎。要换一个文具呢？我觉得这贴图的感触对。哦。对。这是不同口味。对。好，来交给你。你觉得怎样最爽？那比较好办。好。这个不同面向。有没有不同的感觉？有，这比较舒服。这个。真心推荐，你把它捅到底看看，到底有捅到底有15公分哦。嘉华，你一直在成长，你是比赛亚人第二阶的境界，一直延。这个感觉真的很舒服。我觉得整个不想拔出来，是怎样？这不让我量哎。过来。哎呦喂呀！
超越了。哇，14-15嘞，14.8到15之间。哇，粗度好像是4公分，好像是10公分。不用是马屌。今天辛苦嘉华哥了，好，赶快去穿衣服，饭会冷冷。OK OK。啊。这你的频道很好了，欢迎。我来问伟哥两个问题。之前有在毛豆上看到你，是什么时候想开始拍 A 片的？我其实没有局限任何的艺术，我觉得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舒压欢乐的，都会想要带给世人。因为现在忧郁症啊，压力很大，然后有人能够帮他们这样也是造福人群，有些人搞不好看了这个他就得到疗愈这样子。你看到大家笑，你就会开心。对啊，我很伟大的人。那你实际拍摄之后，跟你原本的想象没有落差很大？哦，落差蛮大的。我以为大家在这边哦，极乐世界，大家都来这边爽啊，但是这个发现很辛苦哎，因为有时候你身体不给力或怎样，很难勉强，平常就要做好训练。杰克的哦，杰克哥好会，现场看他指导这样子。他是业界大佬，上过无数少女。也不是无数。其实我的作品大概上百篇。哦，那好的，好，这方面真的是反应。我是要先离开一下，我插不上嘴。直接体验了，不用离开。我不要直接体验。来来来来，这个访谈到底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今天谢谢伟哥，好的。谢谢伟哥。对对对，压出境界。谢谢谢谢。不要压我。喜欢那个频道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多去看杰哥的作品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